我们的音乐会就要开始了。还有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会。首先感谢很多家长的支持跟协助，让这个音乐会顺利的举行，也让孩子在音乐的学习上得到进步跟成就。那今年呢，是音乐能量很强的一年呐，因为每位孩子都会谈到的音乐的强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乐圣贝多芬的曲子。而且还介绍了宫崎骏的原作《久石让作曲的魔法公主》音乐剧。那我在这里愿意当小朋友，大家平常我就当音乐的母亲，那供给他们音乐的养分，培养孩子学习的能力跟那个学音乐的毅力。然后呢，可是我今天呢，我穿这样子，我今天要当音乐的圣诞树，我身上挂满了礼物，要送给小朋友很多音乐的礼物。然后让他们很快乐的、很健康的长大。那学音乐的孩子呢，可以训练他们的耐心、毅力跟恒心，加上手指头的弹琴动作呢，会促进脑神经的发展，还有智力的增进。那再加上古典音乐非常的优雅，也可以陶冶孩子的性情。那我今天就简单的报告到这里哈，然后我想我们要赶快进行，今天已经有点 delay 了。那我们的其他有关于每年2020年的这个全美钢琴检定，小朋友都晋级了，这些都有那个列表，大家可以看。那希望大家鼓励孩子，让他们一次一次的进步，享受美好的音乐，就永远在泰和。希望今年带给大家充满健康欢乐的音乐之美。好，我们就接下来，下面是。大家要看到的是贝多芬的故事，因为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的这个诞辰纪念日。然后呢，他在人类的历史上，他的这些铿锵有力又自由奔放的音乐呢，就是震撼了所有人的身心，然后也帮助人增加，因为他的生命的斗志给人很多的鼓励。那所以这个现在介绍出来是莱茵河畔的波昂呢，就是我们的贝多芬出生的地方。好，那他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这个他出生地方的这个地的房子已经变成贝多芬的纪念馆了。然后呢，他是在一个音乐家的世家出生的，他的祖父很小就发现他有很高的音乐才能，所以呢，就请了很好的宫廷乐长，奠定他钢琴、管风琴跟作曲的重要基础。好，你看到他的出生地，他是1770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这是他出生的小房间，很优雅、很漂亮吧？好，那贝多芬呢，非常，就是他的音乐能力很强，所以你知道吗？他在1778年8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登台演奏钢琴，然后后来他在1789年的时候，他听到维也纳有一个莫扎特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他就去弹琴给他听，结果莫扎特听过了以后大声赞叹，他就宣称：大家注意，这个年轻人呢，将来会为乐坛掀起狂澜。啊，这是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然后接着呢，他在少年时期17岁，他很可怜，他的一生命运坎坷，17岁母亲就去世了，他必须要去弹钢琴赚钱维持他的家计。然后呢，1972年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发展他的名作，还到维也纳。那他的1995年第一场音乐会，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呢，就轰动了前维也纳，所以他就非常的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事业就是如日中天，非常的成功，每一场音乐会都爆满。可是你们想到吗？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因为开始他发现了他有耳聋的疾病。对一个音乐家来讲，当他没有了耳朵，那是多大的打击。他甚至在1802年的时候，他写下了有名《海列根遗书》，他想要离开这个世间，他想没有了耳朵，他还活什么呢？
可是后来当他听到他自己做的音乐那么的优美，那么的强韧，那么的铿锵有力，于是他的坚强的意志力又起来了，他决定他要战胜厄运，他用强烈的精神跟力量跟热情继续做他的英雄交响曲，还有他的最有名的歌剧叫《费德里奥歌剧》，以及《皇帝钢琴协奏曲》。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贝多芬这种精神，不要怕困难，继续努力。然后到后来1815年他的第九号交响曲，等一下那个欢乐第九号交响曲也有小朋友弹哦，这是他最不朽的名曲。好，到来后来呢，他在1827年的时候逝世于维也纳，他是让人民维也纳市民非常喜欢的音乐家，所以他的丧礼有2-3万的人去参加他的弥撒丧礼。那贝多芬的作品呢，有9首交响曲、32首钢琴协奏曲，还有4重奏，许多许多的乐曲器乐，包罗万象。他是非常伟大的音乐家，非常有创意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大概贝多芬的音乐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就听了这么多故事，我们让小朋友来谈贝多芬的音乐，请欣赏。首先是好，看到的是郭德金啊，他要演奏的是收大调小奏鸣曲第一乐章。好，郭德金他在中小运动会上得到自由式跟蝶式的金牌奖，我们给他鼓励。曲第二乐章。
接下来请屈先为我们演奏是贝多芬的奇想轮回曲，一边欣赏贝多芬的影片。请欣赏高鹤阳为我们表演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二级版本。接下来也请王义安一起来准备。请欣赏高鹤锦为我们准备土耳其进行曲，同时请赖于芬、赖于芳上来准备。接下来请王义安为我们带来的是第六号交响曲《田园》。我们请钟元红跟王燕仁出来准备。那下一个节目是，赖于芬要表演的是《欢乐之歌》。请赖于芳为我们演奏贝多芬的 OP79 奏鸣曲第二乐章。
一方，同时也请林可欣跟刘一样慢慢的走出来准备咯。接下来我们请钟元宏为我们演奏的是月光奏鸣曲，一边欣赏贝多芬影片。你们看到月光了吗？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请陈奕璇准备哈，那哎，这个曲子王彦仁弹得很好哎，他比平常进步更多，因为贝多芬那个时候这种土耳其的进行曲的音乐非常流行，所以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我们欣赏林可欣为我们带来的是贝多芬的《行商人》。欣赏刘一样为我们带来的是第九号交响曲《欢乐》。
下来请陈奕璇为我们带来好听的贝多芬收大调小步舞曲，这个曲子非常的好听，所以呢这改编成很多女高音的曲子啊，小提琴曲子很多，请欣赏。
好听哦，有看到那个影片好搭配的很好。接下来请欣赏刘怡宁为我们带来好听的贝多芬的《给爱丽丝》。接下来，是中外名曲单元，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家长，那个林真琪哦，她是燕子的妈妈，她已经花了好几个晚上，她眼圈都黑掉了。她为了把音乐会呈现最好的状况，她后来的这个单元呢，她都有配合着小朋友的影片。那现在我们掌声鼓励，请林真琪。大家好，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开始中外名曲精选，那请林可欣先到台上做准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影片，那这个照片是一个小女生，她是全国滑刀溜冰锦标赛的银牌，然后也是冰刀的滑冰选手，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她是谁吗？猜猜看，如果不行我们就看下一张影片，他就是我们今天的陈奕璇。那现在我们欢迎陈奕璇来表演钢琴变奏曲，谢谢。
非常谢谢陈奕璇的演出。好，下一个，大家猜猜看，这个是谁？他非常喜欢画画，也非常的爱笑，长得很可爱。好，他就是我们的林可欣。接下来，我们欢迎林可欣带来的《巴西假日》。谢谢可欣的演出，下一个请高鹤阳、高鹤锦上台准备。那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小女生非常的活泼伶俐，而且煎蛋的技术非常好，长大想开咖啡厅。然后你们觉得长得跟师长有点像？好，她就是我们的刘怡漾。现在欢迎刘怡漾为我们带来《造船之歌》。女生小女生非常的可爱，她喜欢打羽球、打桌球，还有喜欢画画，眼睛非常大，非常可爱。大家猜得到她是谁吗？她就是刘怡宁。现在欢迎刘怡宁为我们带来的《天鹅湖》。Thank you.
非常谢谢怡宁的表演。现在请赖于芳跟吕佩颖到后台准备。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图片，照片是谁？这个小男生非常喜欢玩积木，猜得到是谁吗？他就是高鹤阳。接下来我们欢迎高鹤阳为我们带来的巴拉奎纳舞曲。谢谢贺阳的表演。下一位可爱的小女生，她喜欢跳舞，喜欢画画，喜欢唱歌，大家猜得出来她是谁吗？啊，对对，她就是高鹤锦。接下来请高鹤锦为我们带来圣诞铃声以及狮子大游行。非常谢谢贺锦带来的表演。下一个，这个照片里面的小女生目前就读金华国小，她喜欢画画，也非常喜欢美丽的东西。大家猜猜看她是谁？她就是赖于芬。接下来欢迎赖于芬为我们带来的《春之歌》。谢谢于芬带来的表演。猜猜我是谁？这个小女生非常喜欢画画跟唱歌，她就是吕佩颖。接下来我们欢迎吕佩颖为我们带来的火鸡先生跟火鸡火车。
谢谢佩颖的表演。接下来是幼儿歌唱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谁的照片，很可爱。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工程车，他就是我们的刘莱恩。好，再下一个，这个长得跟现在很像，很可爱。然后他也喜欢各式各样的车子，他就是我们的吕生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接下来就请我们奥福班的刘莱恩、吕生达为我们表演找朋友。除了找朋友以外，还有表演哦圣诞树，还有第三首我是只小小鸟，请大家掌声鼓励。非常谢谢他们的演出。接下来这个小女生她很喜欢打羽毛球，长得非常的可爱，大家猜得到她是谁吗？哦，她就是王义安。接下来我们请王义安为我们带来凡丹果舞曲，请掌声鼓励。非常谢谢王义安精彩的演出。接下来这位帅气的小男生是新生国小三年级桌球校队的超优秀的选手。接下来我们欢迎钟元宏为我们带来黑森林波尔卡。
演出。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位小男生是谁，头被切掉了。他也是新生国小三年级桌球校队的小朋友，他就是王彦仁。接下来请王彦仁为我们带来啄木鸟。谢谢王彦仁的演出。下一个，猜猜我是谁？这个小女生她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喜欢唱歌。她就是我们的刘秉珍。接下来，请欢迎刘秉珍为我们带来《女王的皇家进场》，请掌声鼓励。谢谢秉珍带来的演出。下一个，这个小男生他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也曾经得过围棋全国赛的季军，他就是我们的齐宇哲。接下来更正一下，大男生。哦哦，对不起，是男生，对不起。欢迎齐宇哲带来的《娱乐者》。非常谢谢宇哲带来的演出。接下来我们要颁发
晋级颁奖。我们从五年国籍奖开始，念到的小朋友请上台哦。五年国籍奖有刘怡宁、刘怡漾。非常恭喜两位优秀的小女生。喂，他们两个今年是参加全美2020年的暑假的全美钢琴检定考试，每一次都要弹十首，就是国家级。他们弹了五年，所以有这个奖状跟奖学金。然后呢，他们又是创始人奖章。所谓创始人奖章，就是这个协会的理事长他创始的，有一些资优的曲子，你能够弹到那个曲子，他就会给你这个奖杯。好，我们恭喜他。再来，我们要颁发创始人奖章，得奖的有刘怡宁、高鹤阳，还有刘怡漾。恭喜得奖的小朋友。接下来要颁发的是钢琴资优奖，念到名字的小朋友请上台哦。赖于芬、赖于芳、王义安、刘怡宁、钟元宏。恭喜各位得奖的小朋友，现在要颁发的是钢琴表演奖，得奖的是陈奕璇同学，他因为有一个模拟考，他已经是桃园的高龄武林高中的高三的学生了，要参加考试，所以他就先走了哈，我们祝福他。然后好，那这个颁奖就好了。新魔法公主，首先剧情介绍，这是魔法公主，是1997年，动画大师宫崎骏和他的配乐大师久石让做出来的一个关于日本室町时代的一个故事，是人类和森林之神起冲突的一个故事。那当时呢，有一位侠义族的少年，为了要找到自己受诅咒的原因，就离开了家园。然后呢，林老师截取其中的歌曲跟音乐，改编成四幕的音乐剧，由合唱团同学跟钢琴班同学来演出，请大家给予鼓励。第一幕那个剧情的介绍，很久以前在东边的太古时代的森林里面有很多的众神，然后有一个叫侠义族的这个阿西达卡呢，在有一天为了保护他的村民，右臂受伤了，就中了邪魔的诅咒，
必须前往上寿神的森林，找到诅咒的解除这个诅咒的方法。请欣赏第一幕。石火枪想占据森林，莫娜，我们一起去打败他们吧。莫娜，难道森林和人类之间没有和平共处的方法吗？怎么可能？瞧那些人聚集过来，炮火很快就会攻上来。那你要如何安置小桑？难道你要带他走上绝路吗？小桑与森林共存亡，森林死了，他也跟着一同灭亡。放过他吧，他也是人类。住口，小子！你能抚平他的不幸吗？他是被人类丢弃的婴儿，是我把他养大。他真是可怜呐、啊！他既不能当人类，又无法完全成为山犬，却是我心爱的女儿。我会尽量救他的，我可以和他一起活下去。谢谢你，阿西达卡。
使我枪主全力攻击。三兽神，银光巨人都可以晚上是银光巨人，好帮他们治疗，三兽神治疗好，然后才按灯。好，按灯。是九州五百岁的山兽神乙世祖，他出现了，带着所有的山猪对抗人类，结果战争非常激烈下，山猪都全军覆没，然后乙世祖变成邪魔压住了小山，幸好有阿西达卡救助，然后让森林跟人类最后恢复了和平。来，请欣赏第四幕演出。莫娜，我要去帮乙世祖对抗人类。好的，要注意安全哦。激战中，然后呢？谁受伤了呢？赶快看看。哇！受伤的乙世祖变成邪魔了，然后压住了小伤，荧光巨人要过来啊！对，那个阿西达卡要救助他了。来，阿西达卡，小三把手伸给我，我来救。这个时候，黑帽大人又用他的石火枪打劫了。对，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因为荧光巨人本来要救助他们，结果他的头被荧光巨人头被黑帽大人射断了，然后这个森林顿失生意，所有的地方都黑暗了。然后呢，阿西达卡跟小山赶快去找他的头，奋力救出他的头，还给荧光巨人。三兽神大人，我们把头还给你，请您息怒。就是荧光巨人啦，荧光巨人就是晚上的时候是白天是三兽神。保护人类，晚上就荧光巨人。这个时候他拿回了头以后呢，所有的就是绿意盎然，所有的山都变成绿色了。小山，就算恢复山精，这里也已不是山兽神森林了，因为山兽神大人已经死了。他并没有死，因为他就是代表了生命，也同时代表了生与死。他叫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阿西达卡，你是好人，但我无法原谅人类。这样也没关系，你回森林，我回达达拉城，我可以西雅克路去见你。所以最后，请欣赏魔法公主的日文歌曲《真诚的心》，唯有森林中的精灵，那魔法一族，那魔法公主。的掌声，对，好，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出。
其实钢琴音乐就是一个表演的艺术，那我希望他们不是去把钢琴哒哒哒弹一弹，他们要知道音乐的内涵。那音乐里面有合唱，有音乐剧的表演，那是将来在将来的社会，这个表演能力跟发表能力非常重要。那希望他们同时学到了音乐，也学到了表演的能力。那接下来是要欣赏钢琴的演出，首先是钟元宏，他是新生国小的学生，他要表演《冰淇淋车》，艾伯瑞作曲。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是谁，他也是新生国小三年级的王彦仁。接下来我们请王彦仁为我们带来雪橇。谢谢王彦仁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接下来这个可爱的小女生是谁呢？她是目前就读金华国小的小女生，她喜欢画画，也喜欢美丽的东西，她就是我们的赖于芬。赖于芬，对不起，欢迎赖于芬为我们带来的《洋娃娃之梦》，谢谢。Thank you.
非常谢谢精彩的演出。接下来是我们的儿童合唱，我们欢迎林可欣、刘怡宁、刘怡漾、刘秉珍、赖于芬、赖于芳。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有第一首《欢乐圣诞》，第二首《奇异恩典》，第三首《送你一对翅膀》，第四首《幸福的孩子爱唱歌》。上边
非常谢谢动人的演出，谢谢。接下来的钢琴独奏是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的压轴的歌曲，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是谁。这个小男孩很厉害，他是香港的西洋击剑选手，他就是我们的齐宇轩。最后欢迎齐宇轩为我们带来卡农变奏曲。接下来是我们的晋级颁奖。接下来要颁发的是钢琴资优奖，得奖的有赖于芬、赖于芳、王义安、刘怡宁、钟元宏，请受奖的同学上台。刚才他们有奖状，已经先有吗？奖状有 ，OK， 不是，不要奖杯，只有奖状，只有奖。有些同学刚拿另外一个奖，已经一起拿了，所以呢，没有拿奖状，现在拿，然后大家都有奖学金，因为他们是资优的，优点都二十个优点以上。恭喜！再来颁发的是合唱资优奖，得奖的有林可欣、赖于芬。
刘秉珍，还有谢家珍老师，还有刘怡宁、刘怡漾。恭喜他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今年暑假通过钢琴检定的奖杯。我们从四级开始，四级是刘怡漾、刘怡宁、王彦仁、林可欣、齐宇轩。恭喜今天所有得奖的小朋友哦！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三级奖，得奖的有赖于芬、赖于芳、钟元宏，再来还有一个钢琴表演奖，齐宇哲。恭喜得奖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二级，得奖的是王义安、刘秉珍。一级得奖的是高赫阳，初级得奖的小朋友是高赫锦、吕佩莹，最后一个还有。歌唱表演奖得奖的是吕申达。
喜得奖的小朋友。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小朋友的大合唱，他们会一起唱《祝你圣诞快乐》。谢谢各位家长、各位来宾的光临啊！他们一年下来进步很多，那会继续在进步。然后我们相信有音乐陪伴、唱歌的孩子，我们刚唱的幸福快乐，所以要谢谢爸爸妈妈让你们学快乐的钢琴。然后所以你们要很感恩的心要唱祝你圣诞快乐，祝所有的观众，祝爸爸妈妈圣诞快乐。老师，还有我们今天可爱的圣诞大姐姐，今天哦，她为了我们这个音乐会熬夜熬了好几天，然后小朋友这个月也非常的努力，不会背的曲子都会背了，然后还有我们的伴奏老师真的很好，把音乐装点的这么漂亮。好，我们谢谢爸爸妈妈，敬你一祝圣诞快乐。那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回座，我们最后一个还有影片。刘兰，我拿给他。对，好，然后再来，谢谢。哎呀，玉美，有，哎，你去那个奖品那，我来拿，我有给你孙子。好，来，赶快哦，拿自己的奖品哦。那首先先谢谢各位小朋友今天精彩的演出。那我们知道一场成功的音乐会背后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努力跟付出。那现在就请欣赏我们今天的幕后花絮影片。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s, helping me.
谢谢大家播控欣赏完这一段影片。那我自己在家这一段影片，我其实看了二三十次，每一次看有不同的感动，因为我的感动是来自于林老师他的努力跟付出，还有对各位小朋友的爱心跟耐心。那今天这一场活动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那我想先谢谢在座今天各位小朋友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小朋友。再来也要谢谢今天在座的家长们，愿意给孩子支持与鼓励，才会有今天孩子们这么优秀的表现。那我真也谢谢在座各位的家长，谢谢。我今天之所以会选择《挥着翅膀的女孩》这一首当背景音乐，其实是有原因的。我蛮喜欢它里面的三句歌词，第一句就是 "Teach me to love with love"， "Teach me to love with love"， 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用心去爱。我每次带孩子去上课，我看到师长跟林老师忙进忙出，都是为了孩子。然后其实师长也常常煮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吃，或者是常常我也跟师长说，师长我家没有鱼了，师长也会从鱼缸捞鱼出来给我。那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用心去爱孩子，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是用心去对待他们，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第二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 Give me love, make me smile，给我爱，给我微笑。我的大儿子以前也是在林老师这边上钢琴课，是从小一上到小六，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儿子。我一共在这边待了9年，但是我没有看到林老师发过脾气，他总是用爱，用微笑去对待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谢谢林老师。最后一句话就是 Show you the best of mine，给你看着最棒的我。今天孩子的表现就是让各位家长看到大家最棒的孩子。那谢谢林老师，谢谢各位家长，谢谢师长，谢谢大家。那最后我想请林老师上台替大家讲几句话。对，先送林树花，这是我自己私人准备。这个燕人的妈妈，燕人妈妈真的是啊，讲得我好感动，我眼眶都红了。对，真的是，我是没有希望回馈，我只希望说把孩子带好，让他们有快乐的心情，弹钢琴有很好的头脑，然后呢去发展他成长，快乐的成长，然后过着快乐的生活，有音乐的陪伴。这样我就觉得非常的满足。那我也很感谢小那个家长们把孩子带来给我，我会尽心尽力的教他们。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圣诞快乐，也新的一年有更好的平安，更好的健康，更好的快乐。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大家长，我差点。小朋友喜不喜欢听师长讲话？要不要？好，师长，我们请师长来。师长非常幽默，我想最后结尾应该请他来做一个结尾。大家好。在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突然出来讲话好像有点突兀哈。不过我这个节目是以前没有的，今年新增的师长谈话节目，希望大家耐心的看一下，我尽量把讲话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今年我们这个音乐会呢，规模比以前稍微小了一点，那林老师还是很坚持，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让各位小朋友能够上台表演，我们非常谢谢
这个林老师的用心，我们鼓掌一下。那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热心的家长燕人妈妈的创意啊，把这个小朋友小时候的照片啊弄上去，然后让大家看出来他们成长的一个轨迹啊，这应该是令家长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还有他制作这个花絮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刚刚燕人妈妈也讲过，就是说一场音乐会的背后其实工作相当的繁琐啊，林老师呢并不以为苦，而且乐在其中。他告诉我说，能够提供给小朋友一个这么表演的机会，是他最高兴的事情。说实在，这句话也深受感动。当然，我们只要以比较专业的评审的眼光来看这个音乐会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小朋友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大。但是我们只要以家长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准备这个音乐会，让小朋友高高兴兴盛装打扮上台来表演，这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小孩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老师的耐心的教导，还有真的家长的一个配合。那这一次的那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导演。那因为现在小朋友都非常的活泼好动，要叫他们做一个比较到位的动作啊，讲得夸张一点呢，比在马戏团教小猴子表演还困难，所以他们动来动去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老师经过几次的排练呢，还要有很耐心的老师，还有很聪明的小朋友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演出。不信的话，你叫大人来演的话，一定比这个还生硬，比这个还笨拙。那所以那一天那个伴奏老师谢老师送给老师的一个小礼物，上面还写着万能林老师佳节愉快。我看的意思是说，老师除了教琴以外，还会编剧啊导演，这个是不在话下。另外我觉得那一层的意思是刚才像燕人妈妈讲的一句话，老师的热心爱心恒心耐心，这个无人能比。我们再鼓掌一下。今天真的要特别谢谢，我们以前很少这么感动。刚燕人妈妈，我不晓得她口才这么好，把我要讲的话几乎超占了一半以上，所以我今天能够说短成两分钟。那新年的一年即将已经到来哈，预祝各位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小朋友，你们都有拿到礼物了吗？有没有拿到礼物？好，拿个礼物，带着快乐的心，我们可以回家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家长，谢谢帮忙的工作人员。